特朗普珍贵的家庭照，第一张帅气迷人，第三张与女儿伊万卡的合影。特朗普珍贵的家庭照，唐纳德·特朗普年轻时也是一位美男子，当时年仅13岁的他被父母送进纽约军事学校求学，他在军校期间人缘十分的好，不仅学习成绩优异，也是一位运动健将。图为1964年在纽约军事学院的特朗普，依稀可见其帅气的面容。特朗普珍贵的家庭照，离开军校后，特朗普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华顿商学院就读。他的大学时代无疑是精彩万分的，他孜孜不倦地汲取商业领域新知，培养机敏生意眼光，加上父亲的经营秘籍，那时的特朗普可谓是雄心壮志，他打算在商界闯出一片天。特朗普珍贵的家庭照，特朗普的两个女儿都是颜值很高的名媛，分别是伊万卡、蒂凡尼，他们的颜值真的很高，可见遗传到父母漂亮的基因。图为特朗普和大女儿伊万卡的合影。特朗普珍贵的家庭照，美国总统唐纳德·特朗普跟三任名模妻子育有五个子女，分别是三个儿子、两个女儿，他们个个的颜值都非常的高，并且学业优异，这妥妥就是基因遗传。图为特朗普和家人的合影。祝奇闻解密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